那哪一个种类，哪一罐呢？哪一个杯子最多的？花生。那哪一个最少？结果真的是，结果是鱼最多。对，鱼的种类最多，然后但是种类最少是花生。花生反而种类最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像那个鱼啊，鱼就有发现要果蝇啊，果蝇，然后还有那个蚂蚁就有三种，就单靠这三种它就赢了。它就是那个蚂蚁啊，就是有一只比较大的啊，然后它二也比较大，然后这个有两只，然后我们就叫它大蚁。然后呢，那个有一种很小，然后黄色的，然后看起来没有什么威胁性的，我们就叫它小蚁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颜色跟大蚁很像，但是它很小只，而且屁股又圆圆的很小，我叫它小屁股。大概是三种。然后那个花生的话就是最少嘛，它就是蚂蚁就有六只。然后那个什么都没有放的啊，居然还有什么蟋蟀啊、隐翅虫啊、果蝇这三种。对，所以反而是没有的反而是占第二多。请问一下你们这些蚁